演出韩版花样男子的帅哥金范6月6日抵达香港，为代言的护肤品参加活动，一众少女粉丝早早守候在机场内。金范大框墨镜搭配鸭舌帽，帅气非凡，瞬间引起现场粉丝的疯狂追拍。与上月抵港只有20余人接机的冷清场面截然不同，不过粉丝的疯狂让在场工作人员立即手拉手筑起保护线，将金范团团围住，粉丝只能遥遥相望。金范一路上单手插裤带，低头行走，并未与粉丝有任何互动，后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停车场，登上座驾离去。